家宝啊，你这个太做作了。首先不要演，坏的坏不是写在脸上。希区柯克说过，演员就是牲口，你好作为自己就 OK 了。几门演干嘛？导演电话。鬼灵兰，那对还在拍了，搞定了。好，拜拜。同学们，好，走吧，快转场，速度，跑起来！你们都出去吧，我们在这儿拍毕业作品呢。你们要拍毕业作品，我们还毕业演出呢，谁时间不紧呀？什么态度？就你这态度，比划比划。你看啊，我都化妆化成这样了，你们得先让我演完是不是？什么呀？快审判呀！看，干嘛呀？这是。学长，飞学长，您可是大忙人呐，今天来我们这儿有事吗？学长也不能这么欺负人呀！哎，你看看，这不是为了拍片子吗？来，抽根烟，消气。你看你们这哥们儿练的啊！行，我今天把话撂这儿了，我们拍不了，你们啊也别想拍。他们说什么了？哥们儿，你这话说的有点过了，我们要马上答辩，现在啊片子还没赶出来，我这哥们儿他也是着急。这样吧，我替他给你道个歉，改天请你吃烧烤，怎么样？我们借不出吧。 今天我给你面子，哎，对了，别忘了请我吃烤串。放心吧。同学们，来，把东西收拾好，咱们走了。谢谢大家辛苦了，收拾好东西走了。走了，向飞真棒哎！飞哥，说啥呢？天机不可泄露，夏导演可以开拍了，欢迎指导，来吧，给我们准备。你们两位同学是我见过的最合拍的导演和制片了，很难得呀。啊，这样啊，你们谈谈你们毕业以后都有什么打算呢？老师，我一直在写网络小说，我想把小说啊拍成电影，自己做导演。老师，我想找家公司做制片人。我还没有想过，我就想赚钱。学姐用过的被子也快换换。天哪，这些都是学姐用过的。想一想，学姐长长的头发，学姐白皙的肌肤，在无数个日夜，学姐跟这些被子做着零距离的接触。好，闻一闻，这是什么？快来闻一下，这是学姐的体香。分手姐姐，来吧，拥抱你们梦中女神的机会到了。小香，交钱走了。
吵吵了，吵吵更健康。兄弟，没事啊。你看咱俩多好，一人吃饱，全家不饿。对。毕业季，分手季。夏小小，他从来就没告诉过我。他要出国。要不你也出国呗？干什么？跑到国外去追他？官儿，我穷屌丝配不上。来，哥，哥，走起，跟他干杯！为祖国蓬勃发展，干杯！干，干！就是太倔，那谁看不出来啊？人家潇潇本来就是你一句话，你就是死要面子。不用你管，我是你大爷，才是你大爷。我是你大爷，你是谁大爷？是你大爷。我是我大爷，我是我大爷。离开你的怀抱，忘记
好意思说怎么了。昨天你们仨都喝多了，给你们弄回来都给我累死了，实在没劲儿给你们弄上房了。完了完了，今天领毕业证。啊，你手机都快被打爆了，潇潇替我们领过了。多帅呀，你看这，哎呀，没弄好。往中间站，往中间站，穿过站，你们那小不点，不不不。来来来，大家看镜头，三、二、一，茄子。茄子。好。同学们，毕业喽！师哥，你这拍完毕业照就算真毕业了，我还真有点舍不得。舍不得什么，小鬼？念兰，你过来一下。潇潇姐，把这个给你师哥吧。嗯，他就在那儿呢，你自己给他呗。这还有钟晓和向飞他们几个的，一块儿给他们吧。行吧，我还有事儿，我就先走了，拜拜。哥几个，咱们得准备征服世界。征服世界！你来，我先走了。拜拜拜拜拜拜。炮轰的脑袋输个雷劈的头，你咋不插个避雷针呢？怎么搅得跟锅盖似的？你们懂什么？毕业了，一切从头开始，走。老规矩，你好。你上去，我下面。行，你们咋现在不干了？这儿有四桶泡面。我这么胖，你让我今天晚上我们就吃这个，好吧？可以。你面包，我上去行吧？你吗？四十一天，一个月1200，相当于好一点的套二。但我们四个人，哎，陈佩，你说那项目够不够我们付首付的？没问题，我算过，再吃几顿火锅都可以。停一下，说件事儿。今天咱们任务就是好好睡一觉，洗个澡，换换头发，明天咱们谈项目去。啊，啥项目？保密。过来。喂，市长，应该是这边。在哪儿吗？你到了。这边，过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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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这边还打电话呢。学长好，学长。都过来了。学长好。啊，涛哥，怎么样？咱们去哪儿谈呢？咱们茶馆，茶馆，四川谈事都去茶馆。嗯，走走走走走。公司你们也了解，不缺项目，我缺的是人，我需要一群人，年轻，有思维，有干劲，你们变成一个团队为我所用，这是我想要的。放心，涛哥，我们一定好好干。
如果你这么说的话，我就放心了。这一次成了之后，公司的活随便接，想做什么可以做什么，把你们自己想发挥的东西都发挥出来，我给你提供平台。谢涛哥，谢谢涛哥啊，谢涛哥。那个，涛哥，我们这次主要拍什么？一个小的 MV， 很简单的。我要的感觉，高大上，山子，明白？好。事成之后，这个时候50,000，没问题。没问题。那就好。我是绝对相信你们的，我觉得你们也有这个实力，但是公司不知道，所以考虑到最后期质量的一个监管，投资20,000，我给你们拿10,000。剩下的10,000，你们先用来垫付。没问题，每个人都没有问题。放心，涛哥，我们绝对保质保量完成任务。好，那事情更加简单了。合同在这里，看一下。对，你看一下。剩下的东西我会给你们补充上去的，不用想了。走。OK， 那就合作愉快。合作愉快，涛哥。合作愉快。太给力了，第一次咱们就拿到50,000的单子，我都开始畅想我们的美好未来。还记得那个夏天我们走进大学校园，想着自由美好生活将在这里实现。学校就是我们的后花园，演员呢好说，丑老爷好说。蔡宝，这次啊你负责设备，我们这次就去接那个2.5K 的单。那老贵了，舍得下本吗？没事，第一次嘛，所有利润全投进去，信誉是关键。OK， 我没问题。来，我们以茶代酒，干一杯。干！预祝我们拍摄顺利。演员就位，各部门准备，开机。如意，本儿，14场，一进4次。3、2、1，走。
钟晓，啊，这个片子一定要剪好啊！啊，一会儿再看一下。嗯，你先睡一下。对啊，可以了，都剪8万回了，哎，你要拿奥斯卡呀？全佩说的，好像是对的，我们一定要精益求精。嗯，对，精益求精。剪吧。夏天我们走进大学校园，想着自由美好生活将在这里实现，离开旧的环境享受新的改变，有什么社团生活老乡聚会总有新鲜世界，带着新鲜感觉成为带新鲜一员，我们以为什么仔细作业都会和生活再见，事实告诉我们一切全靠自觉，大二课业才算忙碌，让你没有时间，没有时间怎样，我们照样娱乐消遣，谈个恋爱上网睡觉挂科补考有谁怕过，咱们通通玩转一遍，不是所有时候我们都可以虚度眼前光年，大三大四过得太快，我们也渐渐心绪逐渐，眼看着4年就像过去，我们对梦想的憧憬早就消失不见，何时上学最好，有说有笑，工作那么烦恼，我们怎么承受得了，何时上学宝哥是你啊，你好乱呐，哎呀你就别上去了呗宝哥，嗯，起床了，师哥起床了，起床了，哎，钟晓起床了，钟晓啊，你来你来了，飞哥起床了，太阳晒屁股了，师哥起床了，叶兰厉害了，都什么呀这都是，臭死了臭死了，钟晓擦完没有？
邮件发了吗？邮件已自动发送。吃完这顿，我们可就真的没有钱了。这点钱算什么？后面还有4万呢。周医生，打得漂亮。我还觉得有点不放心。我们应该一手交钱一手交货，这片子里面加个水印。你啊，这是个阴谋论者加腹黑，总把别人想那么坏。绅士传媒得了牌子，光定金就是10000，而且涛哥还是我们学长，诚信还舍得。好吧，甭管他什么论，咱们吃完这顿可就真的没有下顿了。好好好，我给涛哥打个电话问一下情况。不在服务区。不在服务区，这可是大成都市的。接着打。别着急，王涛学长那边可能在忙，或许正在进电梯呢。不对，有问题。先生，你冷静一点，像你们这样肯定是被骗了，还是赶快去报警吧。冷静冷静，你个大头鬼啊，冷静。王涛这个骗子，不是你们的人，不是你们的人怎么会出现在你们公司？冷静一点，人家这么大的公司肯定是不会骗我们的，肯定我们是被王涛给骗了。不好意思，被人骂了多少次变态，周末做兼职，假期打零工，都没了，就当是买个教训吧。你说的轻巧，怎么你的钱没被骗吗？我们现在连回家的路费都没有了，怎么跟家里交代？都是你什么大导演狗屁，向飞叔不让我们自己垫钱，你就是不听。我也没想到王涛学长他是一个，还王涛学长什么学长，你连好人坏人都分不清，你还创什么业？这就是你说的创业？学长，你们都少说几句吧。还我钱！你再吧。对，我就是一弱智，我赔你们钱，我赔。学长，你去哪儿呀？师哥。这个钱是用来创业的，我吃完了。创业？胡扯！你小孩创啥业啊？你吴叔舍了那么大的人情，才给你找了个好工作，安安稳稳的，多好！你看人家老朱家那个小朱，家里面给安排在保险公司，国企。轻轻松松的，待遇也好。我不想跟他还一样，我有自己的想法。什么想法？什么想法都不允许。孩子，妈是为你好，啥经验都没有，
还要砸进去那么多钱，创啥业创业？你先听孩子把话说完。孩子长大了，有他自己的想法，很正常。什么正常？哦，跟你一样就正常啊。你看你，一天到晚鼓捣那破照相机，鼓捣出啥来了？拍电影，拍啥电影？看看你选的专业，导演，导啥演？张艺谋啊，不务正业。孩子啊，你看你爸爸一天到晚不务正业，花费了多少钱你知道吗？那是摄影艺术。我才不管是什么艺术呢。要钱没有？它如同儿时梦境，新鲜的力量。其实我们也不能怪陈培，他还是为了我们好。他只是想把大家召集起来，一起做点事儿。有句事情，你甭说我，你也好不了哪去。你们说的吗？今天大家确实有点着急了。谁能想到能发生那样的事情吗？不知道师哥有没有接到钱。我们不是让他还钱，就是为了要点回家的路费。以后挣了钱再给他就是了嘛。你说好好的创什么业，老师在家待着多好。你呢，向飞？我准备找家公司，这都毕业了再跟家里要钱也不好。家里打算让我考公务员，也不知道能不能考上。这是要散了吗？我再给陈飞打个电话。喂，陈飞，你在哪儿？吃饭了吗？没事，我们都想开了。哎，你现在在哪儿啊？喂，喂，陈佩，喂，挂了，挂了，不至于吧？就是借个钱，大不了明天再借嘛。不是，不是因为这个。啊，我听他好像没在家。你们。靠！他不会想不开吧？闭上你妈嘴！哎，飞哥，你赶紧再打一个呗，快再打一个，快点！佩佩，来，看看我。前阵子拍的这组照片，你现在啊也是专业的，
帮老爸指点指点。你看这张多有工业气息啊。再看这张这光圈啊。别怨你妈更年期。想当年啊你爸在学校好歹也是个才子啊。你看骑着自行车带着你妈啊。别提多潇洒了。哎可是什么事到最后啊都扛不住这锅碗瓢盆。我这些年啊光器材就花了不少钱。你妈心里本来就不高兴。谁知道你这更过分。学了艺术不说。现在还要创业还要拍电影。爸这我去打电话。关机了，不会真出什么事儿了吧？那咱们赶紧找找呀！你先别急进来，我们就在这待着。陈佩如果回来的话，一定会来找我们的。现在就发动所有认识陈佩的人，大家一起找他。喂，聂兰，我是潇潇，你们朋友圈怎么了？陈佩怎么了？我知道是不是陈佩啊？潇潇，小小姐，师哥不见了！不见了，怎么回事啊？估计出什么意外了吧？滚蛋！别他妈瞎说！是这样，我们说好一起创业，可是被骗了。现在陈佩回家拿钱，就现在还没回来。啊？
打电话呀？打了，关机。怎么办呢，小姐？咱们报警吧。没用的，失踪不超过48小时，警察是不会管的。你们是有什么家电话？陈佩，操！他妈跑哪儿去了？所有人找你都找疯了，你知道吗？对不起大家，钱没有到。还什么钱不钱的？我们都担心死你了，我们还以为你想不开了呢。这点事儿还不至于，钱没了也住不起这儿了。今天晚上哥几个住我家吧。哎，潇潇，你来了。我就来看看。潇潇姐，你从哪儿来啊？聂郎，今天我要去我妈住吧。啊，好，只要不打扰潇潇姐就好。不打扰。要是没什么事的话，我们就先走了。我送你们回去吧。不用了。一路小心啊！给大家发个短信。好。怎么说话了？说什么？来，谢谢阿姨。慢点吃，看给孩子们饿的。这以后啊，可得注意着点儿，这钱包啥的啊，可要藏好了。哎，我不明白，你们咋都全被偷了呢？估计是团伙作案。阿姨，嗯，这是我来成都这几年吃的最好吃的面条了，那个。还有吗？哦，有，来，我去给你盛，谢谢，多少都有啊。哎，孩子们，家里地方小，只能委屈你们睡沙发了。哎，不委屈，不委屈，谢谢叔叔。谢谢阿姨。阿姨呀，要不是您收留，我们今晚就得睡大街了。上哪吃这么好吃的面条啊？都怪那该死的王。吃面，吃面，吃面。妈，还留着呢。哦，爸送的，必须留着。这么多年了，他也就送给你这么一件礼物。孩子，你要理解妈妈。这哪个当父母的，不想让自己的孩子过得安安稳稳？妈，如果不是意外，您放心，他们就住一晚上，明天早上就走。佩佩啊，我跟你爸都不傻，你说这小偷再厉害，怎么会把你们每一个人都给偷了呢？来，拿着。妈，闯一闯也好。
谢谢妈。去，到你爸那儿去，他找你还有事儿啊，去吧。没电了，没电了。小小姐，盖好，嗯，别着凉了。你看今天把家宝和钟晓给急的，钟晓都急哭了。聂兰，嗯，你说你对人家钟晓就一点意思都没有吗？钟晓是学长。别装了，咱们大家都知道钟晓对你有意思，可是你呢？嗯，不知道。反正就是没有那种感觉，就是那种感觉，你懂的。还那种感觉？哎呀，好了好了，说说你吧。你跟师哥就真的不联系了？毕竟你俩在一起三年，明明你还那么关心他。出国有什么好的？人生地儿不熟的。你就别出国了呗。师哥现在受了这么大的打击，正是他需要你的时候。我了解他，他是不会这么轻易放弃的。兄弟们。在这儿吧，小宝，小飞，就这么散了吗？我不甘心，还想折腾，我陪你。你们谁爱折腾折腾，我折腾不了。还有没有点出息？回家干嘛？啃老呀？还是朝九晚五一成不变？买个房子，买辆车，还一辈子贷款，有意思吗？没意思。有你什么事儿？我是觉得吧，如果咱年轻不创业，老了不就后悔啊？得，我说不过你们，人各有志，我还是得回家。刚赵书记给我电话了，说咱们创业的申请啊通过了。那就好。我这样的意思，创业有可能成功，但是如果不试一下的话，怎么知道呢 ？Okay, today I want to discuss the difference. So basically,夏天我们走进大学校园，想着自由美好生活将在这里实现，离开旧的环境享受新的改变，有什么社团生活老乡聚会总有新鲜世界，带着新鲜感觉成为大一新鲜一员，我们以为什么仔细作业都会和生活再见，事实告诉我们一切全靠自觉，大二课业才算忙碌，让你没有时间，没有时间怎样，我们照样娱乐消遣，谈个恋爱上网睡觉挂科补考，有谁怕过，咱们通通玩转一遍，不是所有时候我们都可以虚度眼前光年，大三大四过得太快，我们也渐渐失去主见，眼看这四年即将过去，我们对梦想的憧憬早就消失不见，还是上学最好，有说有笑，工作那么烦恼，我们怎么承受得了。既然我们敢进来，就一定有真本事。我想好了，改编我写的网络小说，咱们自己拍出来。拍电影没问题，钱呢？不是有创业补贴吗？还有我妈给了一些钱。别开玩笑了，2万块钱都不到。咱们这可是拍电影。哎哎，王总，在学校拍作业。钱是死的，人是活的。哎，我不干了。
等很久了，你有什么办法？没有没有，刚到刚到。东西都看过了吧？嗯，已经发到邮箱里面了。你就放心吧，我会让他们心甘情愿的把钱投给咱们。觉得有问题吗？啊，没有没有，一定没有问题的。我就觉得你们是可以的嘛，就需要有能力、有思想的人来做这个事情。做一个团队，我们什么做不了，做好这一次。你们是了解我的对吧？都是一个学校出来的。我操！骗子！哎哎，王总，怎么了，王总？我操！这谁知道？喂，聂兰，那个陈佩出事了，对，我们在医院呢，小江，你马上过来。喂，肖小姐，师哥他住院了。喂，喂，肖小姐，可不可？可不可？不。打架你是外行，这要换成我，躺这儿就是那小子了。跟咱跑了吧。你跑，派出所待着去。这事儿别让爸妈知道了。放心吧。师哥，你咋的了，师哥？小点声，把这当自己家了。没事儿，就是缝了十五针。十五针还少啊，感情没缝你脑袋上。这是个轻微脑震荡，养几天就好了。脑震荡？脑震荡是啥？严重吗？啊？哎呀，我听说呀，脑震荡有可能压迫血管，压迫神经，有可能说话不利索，还有可能下肢瘫痪。哎，买个轮椅吧。怎么办呢，师哥？死不了。也别听他瞎说，逗你呢。逗我？讨厌。疼吗？出去溜达溜达。去哪儿呀？哎，宝哥带你出去溜达。宝哥带你出去。怎么回事啊？王涛的骗子，我们逮到了。可是你们也用人偶拼啊。考完试了？
你的伤怎么样了？考完试就要出国了吧？住院手续都办好了吗？需不需要帮忙？不用，向飞在办。如果我们越挨着一转，是不是我们永远也不会见面？我去给你买点水果。回答我，陈佩，我说的有错吗？你现在回来干什么？走吧，说不定还可以给妈这个养女婿呢。陈佩，我不走了，我想跟你在一块儿。你早干嘛去了？现在我不需要。陈佩，你怎么能这样对我？这一板砖挨得直啊，直接给肖女神拍回来了。什么情况？笑笑，我没事，你先回吧。不急，我先送送你。在一起那么久，我爸妈一直希望我出国，但是我如果不去的话，他们也会尊重我的意见。那你为什么还要走？毕业前我跟他说我要出国了，他一句挽留都没有。他不说不代表他不想挽留，他只是要面子。要面子？是面子重要还是女朋友重要？说这话就那么空白，虚伪。小乔，其实你可以安安心心出国，我这边有我们哥几个，放心吧。出不了国了，为了看他，我从考场过来。有些时候，他只是不爱说吧。对自己喜欢的人有什么不好说的？喜欢你很久了，就算你跟陈佩在一起了，我也还是一直喜欢你，从没变过。我跟江子分手了，不过我一点都不难过。但当我知道你跟陈佩分手的时候，我特别。
因为你一点也不开心。忘记了思考，其实这样也挺好的，你出不了国了，以后我们还能经常见面。放弃了心跳，没你我的日子只剩眼泪淋湿被罩。我这笔陈佩该叫你装逼，装歪了吧？我任何人也不可能回来再找你了。你就别说了，师哥已经很难受了。难受就打个电话呗，打电话也不丢人。别担心，香妃已经去送小小姐了，不会有事的。说我真的不需要，其实也很好，冰冷的煎熬，没你我的日子我想也能睡得着，不该把我所有的爱全部都用掉，不该让你看到脆弱的乞讨，就算受煎熬，放弃了心跳，没你我的日子只剩眼泪淋湿被罩，不该每天陪你到深夜，不该期待你会兑现誓言，不该已经决定等待着幻灭，还要让自己对你那么依恋，不该再去看你哭泣的眼，不该再想你不回头走远，不该让自己留恋那些过往。感觉怎么样？还好。怎么才回来？排队买药的人有点多。哎，对了，家宝他们呢？我让他们回去了。这怎么能行？就留你自己一个人。没事，有人陪呢。
最重要的事儿给忘了，这上面说明书，按时吃药。嗯，放这儿吧。那我先走了。你好。李小飞。哎。资金的事儿，加把劲。基本我这两天写好了。放心吧。不该把我所有的。